右边那个牙龈呢有点肿了啊，有个飞碟在这里飞啊，有个飞碟在这里飞，好像那个飞得很低啊，飞得很低，比那个自由女神像低多了啊，有个飞碟在，飞，在这边飞，在这边飞啊，在这边飞，在这边飞，这个飞好像是那个火星人呐、啊，造那个岛的时刻，不是个圆形的岛的平台嘛。像磨那个，就像那个我们浇水泥一个，要把它磨平的啊，好像在还干这个事情，在干这个事情啊、哦，一个圆形的平台，在干这个事情，嗯，好像在干这个事情，干这个事情啊，啊，还是看到他的那个不断的那个把那个材料磨平了啊，类似啊，像水泥这样的啊，在。水泥这样啊，把它磨平啊，再磨平啊，磨平啊，反正我看到这一幕，然后天上还有其他的飞碟，好像还要送材料，在那边等等到磨平了再放点材料，然后再磨平，再放点材料，再磨平，再放点材料啊啊，然后反正这样啊，反正这样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就看到看到个情况，他做出来的东西是头重脚轻的啊，下面那个细细的啊，上面越来越好像越来越粗，上面啊，然后越来越大，这个头重脚轻的东西，是不是安全可靠就不知道了啊，反正呢，我看着他们背地走路也跌跌撞撞的，这个就比较怪，下面那个底柱。细，上面做出来的东西，比底柱大啊，反正就现在看到这个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